周末去我家，去你家，我给你做饭吃。行，周末一起去密室。密室？周几啊？周六晚上，恐怖的我害怕。行，那我保护你。这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改周日呗。行。周末去酒吧？你想喝酒啊？放松一下，不醉不归呗。周几啊？时间你定，我都行。那行。生蚝啊，你最近烧烤没少点呢、啊、周末陪我去打高尔夫啊。高尔夫我不太会啊。没事，我教你。哪天呢？周六下午吧。周六下午？周六下午你没事儿？行，那周六下午。这怎么办呢？我感觉时间有点安排不过来呀、啊、哎，那我周末怎么安排、啊、你不是都安排了吗？周六白天跟主管打高尔夫，晚上跟 Miki 去密室，酒吧你可以放在周五晚上去。行，这样可以。你吃吗？周末陪我去吃饭啊。吃饭？有网红朋友，咱一起去。大美女哦。那行啊，周几啊？周日中午。行，那正好。正好啥呀？没事，我说我去。哦。我也想吃，你给我吃呗。哎。每一次，每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。